大家好，我是老公，我是小花。今天我们来探讨的是为什么张立东他没有办法绑这个告白气球？因为你不会跟我告白，有太老了。你要告我，要告我，告我气球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过的。对，一号。而且我其实有内疚，因为你刚刚一直呛瞎我，因为他刚刚我跟他搭配的时候，他其实是一直想说，我应该可以相信我，结果对你一直眼神，我一说跟一号，他讲。像看我，我会什么？我可以，是吗？你会什么？好，看你什么都不会。好了，你赶快骂我。怎么绑？怎么绑？没办法，你吹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？你为什么手要这样子？因为他曾经受伤过。你为什么那个要叫情人？他包扎了啦。好了，都不错哦，告白气球。好，这样对不对？嗯。这样对不对？对啊。这样子，先捏住这里。先捏住的。然后绕一圈，然后塞进这个两根手指头中间，然后一转，强哦！这怎么会难？这不难啊，张立东在干嘛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你说怎样？怎样？然后嘞？是啦，这样。这样。这只手抓住这个，然后这样。这样子转一圈过来，转一圈，对，然后塞住两只手中间。算了，我们先直接。算了啦，这种小事情。丢包了。这种小事情不需要劳烦东哥您啦，交给小的就可以。我替我家队老师道歉。好，没关系啦。那我们要丢包什么？赶快，我们要砍时间呐。啊，对哦。对呀，我们现在赶快回去。我突然想说，你们获得最轻松的丢包任务。真的假的？给你们2000元。不是，那一定有诈。真的？真的。啊！吃喝玩乐，你们要想办法花完它，才能回去哦。那他们，那下一个点我不知道怎么过去。我们可以搭车过去，所以你要花完它。其实刚刚那个野菇炖饭，我是还想再吃一碗。我也觉得不错啊。而且他们这边甜点第一碗。我想吃什么？不是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上一次是阿凡达哎。对呀，这会不会用了之后，然后会不会衰？这个是偷来的还是？这会不会？五月到了，这是不是从香油池？香油钱？不要乱说啦！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。哎，那我们就这边吃一次合适了，就给他们啊。对啊。对不对？而且一个，都吃完哦。这个要用完。用完，吃完用完。机会很薄。好，那我赶快点。对，那我们现在一点，先走，刚速度，最贵的，对，松露啦，松露，我喜欢吃松露。我觉得我们吃精致，不要分量那么大。哎，我们要看一下 menu 啦， menu 在哪里啊？你好，可以给我们一个 menu 吗？这边，啊，谢谢哈，直接问他，哎，这里你好，有没有最贵的拿出来？怎么称呼？Jasper。是这样子的齁，这样子我们现在是要2000块，我们现在把它花光光，花光，那给我就好了。哎，他很哇，你好四块。要吃什么？要吃最贵的，最贵的牛排好。就是我们要花光光，而且对，花光然后吃光。你帮我们2000，你帮我们。我们不要 CP 值高，我们要精致，然后贵高级，就像牛排呀，牛排好，牛排多少钱？要看厨房切的重量。切的重量，对，那切2000块，会不会太多啊？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均衡的，对，要饮料，加套餐可以啊，汤、面包、甜点、饮料都有。对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，不行，太多了。汤、面包我们吃不下，所以你就是比如说牛排，再配一个饮料，然后可能一个甜点，可以啊，2000块这样，2000块刚刚打死。交给你，可以吗？好，够吗？那你快，你赶快去做。快，好，拜拜。你赶快去，拜拜。你也下去做。我也快去。你会不会做？我不会啊。好的，好，你不要生气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等。不是，我想说，那一些我没有叫按摩的人来帮我们按摩，可以吗？可以上菜了。你好，帮你们上黑胡椒鸭肉汤。哇，好棒哦！这好高级哎。来，东东，我们赶快吃个，你先。不要！不是，我看到纸我都想要扯了。不要，你快点吃啦！快点，我帮你。对，我受伤，我应该吃一点。对啊，你先吃点肉啦，可以补。先吃一点鸭肉来压压惊。对，来。怎么样？胡椒很香啊！真的。然后你看，一转，
不好吃。尬的尬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赶快吃哦，要把它吃完，我们才可以回去。欸啊、等一下，他还有菜吧？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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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还有啦。好吃喽！还有一个，要赶快吃完哦。好、哦，你在吃下午茶，我就不。好。没有这样讲口感了啦，我们嘴巴开就对了。嗯，它就是很就是很赞，很赞。然后生菜很新鲜，然后搭配这个煎鸡的鸭肉，真的还蛮香的。嗯，哎呦哎呦，我哔哔哔哔哔了，没有时间了，我们会做包了。可以一口塞。这个太大份。我也觉得哎，这餐厅怎么会这样哦 ？CP 值很高哎。你有没有想吃？算你有吃到。弟弟，你想吃的嘞？来、啊。哎、欸，换嘴巴一下。实习在这边。对啊，你嘴巴这样。实习，实习一下。嗯嗯。对，会的。不行哦。你们脑筋不要那么死板。你们拍下啦。对啊。现在什么时代的 ？YouTube 都是剪接的。对啊。我们现在又不是直播，什么 live show？ 通常是这样，然后先剪完，然后就哎，哦，好好吃哦，是吧？是吧？真的好饱。你现在演了，快吃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应该不用吃饭了吧，大家。嗯。你今天晚上等下要干嘛？你知道沙拉，他 always 是最早上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沙拉布莱曼。杀死你，杀死你！不要讲笑话了。你讲的，又我讲的。哎、欸，不是真的，我吃的很快。哦，你要更正一点。你自己也不会饱，那你更需要吃饭的。哦，张师傅。你好，帮你上手成牛排。哦，牛排。这是什么肉？牛肉，熟成牛排。哦，熟成牛排，我就拿出来哦。熟成牛排是高级的牛排，料理方式。哦，你很懂哎，尬的。哇，那我们今天多少钱？总共是1200。小乐，谢谢谢谢贾斯伯，谢谢是是是，谢谢谢谢。拿去拿去拿。我想到了，怎么样？800，因为他说不能带走。对啊。对，然后要消费。嗯。比如说，我们去彩券行。对吼。对。这附近有吗？重点是。应该有啦，他们就在。再找一下，找一下。然后你看，我们一刮，哎，不买刮刮乐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对不对？一刮。那我们会越刮越多钱啊。对。对啊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刮了。那我们就回不去嘞。啊？对，要刮到没有哎。不是，就傻了。怎样？我们最后转盘多少钱？10万啊！万一我们刮到100万，管他妈妈嫁给谁，我要回去吗？对对对，疯了哦！而且吼，我买你这一斤，买你这一斤，买你这一斤，跟我全部回家，跟我回，我付 double 的价钱。不是跟你回家干嘛？就拍我的，我就可以开始经营我的子频道啊！有人要看吗？三国志子频道会吧？顺便的。跟你问过三国志的意愿吗？我管他，我有钱。你才100万，你以为？拜哦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吃吹啦。嗯，飞天。嗯嗯，高级啊。肉汁喷泉。有没有夸张？你看他在切那个肉汁一直喷出来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在主持时尚玩家。可以可以，快吃光了，快吃光了，剩几点？多少点？4点了。哦，快。哎，已经20分钟了。是吗？嗯。我把牛排给咬了，让你跟一口吃。快快快快！快！快吞啊！快点啊，张一东，我再把你吃完哦。快点。对，
走，不会吧？还剩八百，哎，钱，哎呀，你钱怎么会掉出来？哎，放我这里。哦，谢谢，我什么都不会。哎呦，真是智障嘞！十万专车，十万专车。到了对不对？没那么快吧？你太近了吧？你的厕所到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发财梦，我们先 go。100万。你好，我没有买过哎、欸。老板你好，老板你好。你比较我们现在好有800块。我们可以买什么？刮刮乐，你有没有推荐的？这两种，这个500，这300的。好，各加一张，各加一张。好，来，你们中家。谢谢。还有什么东西刮？那个桌上都有刮板。因为我坏掉了指手指甲。来，我们要怎么做？这个，你就狂刮板，然后给他对就好。我们现在是要跟时间赛跑，我们不用看懂。好。即将。见证，所以这个哎、欸，他说奖金超过10亿元哎、欸，我不知道重不重，啊、应该是重，重不重啊！天哪，你这样子竞技秀，我们笨哦，好了，希望不要重，我们这样子不重也可以，重也可以，它有个声音，噔噔噔噔就有了，没有，哎、欸，太好了，没有中奖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好，中了，头奖500万哦。对不对？照我。没有。赶快走！我们发财梦，不到一分钟。10万。阿妹跟到家。哪里？去啊！破灭。发财梦破灭啦！但至少我们吃得饱。快走！